好球！你们俩一个搞造船，一个搞雷达，将来一定很有意思。可惜啊，是个农民。我们的爸爸妈妈原来不也是农村的吗？好，来，再拍一张。你背。好。老一个人拍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哎，你跟他们说说，让咱们打球玩吧。哎呀，人家不认识，不一定愿意啊。哼，这点外交你还办不了，走吧。哎，这么说你同意了？这是我爸爸的意思，他年纪大了，好像我的社副姐姐，他就没尽到责任似的。再说